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小西过生日，所以他点了一桌子菜，我们开始做菜吧。还有小西还约了他的好几个，对，我叫好姐妹，来一起来。阿姨，这么好吗？阿姨，差不多了。有八块糖，先吃菜吧。我都先吃菜，不用先有饭，先吃菜。八菜一汤，小西点菜的。谢谢你们来陪小西过生日啊！小西11岁，生日快乐！他前面还是醉的。等会儿让我姐弹小提琴，啊，我姐弹生日快乐吧，小提琴，好，播不下来。我以为是花生鱼，你们也吃鱼吧？我上次来以为是某种面粉。红糖糍粑，红糖糍粑可好吃了，我觉得。糍粑，这是粑粑，这是红糖糍粑，这个是凉粉，哎，这个凉粉。蛋糕来开喽！小西愿你开心快乐，不止今天，
快乐。给你带的太大了。这个不是我带的。不是，这太大，我带不上。那我把那个插上吧。哎呀，我要插上吗？带上吧，带上蜡烛吧，带上蜡烛。来，给你带上，你要带上，这是整套的。你看嘛，带不上。哦，这个是在爱流氓那家买的，对吧？不是，租借。哦，我还以为是在爱流氓那家买的。是不是？耶，带不上吗？那我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不错了，这回这回。谢谢，谢谢小兔的钱。我真的不行，清华不行吗？你宁愿把我想不成的。对了，对，就这一刀了。这个先给外婆，来，小心点给外婆。你没看着他怎么说我？谢谢小溪，生日快乐！来，素溪。你这个真的是无语，我被小朋友们敷的满脸都是。我把那个姐姐的眼睛都敷到了。这个谁敷我的？敷那么多是谁？我呀，我手真的有多。